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咱常常讲到，家己栽一丛，唔免去欣羡别人。今仔日要跟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欣，好音欣第一条。照台语字典解释讲，这个欣就是欢喜笑的意思，咱讲是欣喜，卖当讲是乐同的意思。也唔过伫咧一挂所在，同这个词小挂有无正经不熟。咱反头来讲，这个欣代表是欢喜的形，介意爱慕，欢喜给人祝福，咱讲。是欣好，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作欣羡，代表讲某人讲是欣慕、爱慕，代表心肝内看人有嘛想要有，或者是变作同款。第二个词就读作欣赏，这是用家己的眼光来体会美好的代志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作伙。比如讲，古早有一句话讲无钱欣羡过大地，这个意思是讲无资金的人欣羡有钱人。不离过阿明一枝草一点露，拢未去羡慕人的个性，互阮足欣赏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作欣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